望子成龙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最大的生活动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编的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披露，当代中国人生活的动力中排在首位的是子女发展期望。杭二中作为杭城重点高中的第一梯队，近年来挑战倾覆高校教学，希望能把时间空出来让孩子玩，结果却遭致家长的集体反对。校长叶翠微对此很是无奈。我们高中生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寒暑假不补课不上课，学生很欢迎，认为给了他们的休闲，给了他们的自由，但是相当一部分家长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告到了我们市领导那边去。市信访局我们12345这个市长热线啊，半夜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家长来投诉，我以为是投诉什么事情，后来他们说投诉不补课。为什么我们通知，本来通知我们明天星期六星期天要补课的，现在突然通知我们不要去补课了，影响了我们家孩子的一些学习啊。当教育仍然一切以考试为中心，当中国的成功学标准仍然是一考定终身的时候，家长的焦虑是本能的。这种焦虑甚至蔓延到了远离高考的幼儿园，我们越来越输不起了。老师再见，同学再见。我就四个字，急功近利，是弥漫的非常严重的。读书干什么？考大学。所以从幼儿园之前学前教育到幼儿园到小学，整个的思路就是考大学，考名牌大学。书包爱双肩了啊，两头不见天，这个资料对人生吃饭没时间，考上是经常考得好的蹦蹦跳，考不好的泪汪汪，是这么回家见爹娘，是这么一种局面。那妇女的孩子从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造成很大的影响。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颇有市场。很多家长以为让孩子多学甚至早学知识和技能就会变得更聪明，但是教育专家们却认为此举不仅收效甚微，反而会对孩子的身心成长有害。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儿科学及神经代价，这个代价会给孩子损失很多东西。所以教育里边很重要有一个原理叫多就是少，他这个学的多了，那个一定少，而少的恰恰是这个阶段他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教育是一个短跑，比如100米，那起跑线很重要，谁起跑晚了是要输的。但是教育它是短跑吗？不是，它是长跑，对吧？很漫长的，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个起跑线不重要，后劲儿很重要，就是素质很重要，名次不太重要啊，而是学习兴趣啊，学习习惯呢，人格的是否健康呢，你看这个是最重要的。3岁学会不跟陌生人走，4岁学会体谅父母辛劳，
五岁学会说出家庭住址，六岁学会接受不同意见。教育部制定的《中国3到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近日正式公布了。这个指南给学前孩子的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个领域的成长设定了一个阶梯状的标准，旨在帮助幼儿园教师和家长了解幼儿学习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建立对幼儿发展的合理期望，呼吁家长要让孩子慢慢成长，让他们度过快乐而有意义的童年。我们为什么反对幼儿这个小学化呢？你把小学的知识让他学知识，而不是让他去这个思考。这小孩子他是想象力很丰富的，是吧？这个想了海阔天空，他的这个想象力很丰富，要保护这种。国外啊，他非常严格的规定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时间，假如小学生啊，到下午1点半，你必须家长带走。我问过一个美国的老师，我说这个东西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不让他在学校带着？他说，学校教育必须要给家庭让出必要的空间，就是这个两者的教育责任是不一样的，是不能替代的。啊，但是我们今天的情况呢，恰恰相反，很多家长主动的放弃了家庭教育的功能，认为学校的应试教育是万能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踩一踩刹车，过一点从容的，属于教育应该有的一种节奏。我们这多年总在跳快刹，蹦嚓嚓，蹦嚓嚓。我认为可以跳一点慢刹。或者慢式，蹦擦擦，蹦擦擦，这样一种节律，才是真正符合孩子可持续长效发展的节律。这个手两个绑在一起的，并在一起的话，你看这个样子，它有点像大脑，两个半球的大脑，就是手的运动它会促进脑的发展的，大量的事实都证明这一点。实际上正是因为生活劳动产生了人类，所以在这一点上，生活实践对一个孩子的智力发展很重要。学习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作为一个未来的人的生活情趣，作为最基本的生活技能，包括一些素养啊、礼仪或者个人的修养，这些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儿童的学习大多来自于直接经验。教育家杜威最自觉清醒地论证了直接经验在个人成长中的意义，他干脆主张用直接经验取代间接经验，认为教育就是儿童生活本身。比如说自己的衣服，能够开始洗的时候自己洗，那自己的被子那自己叠好，自己的房间打扫干净，然后另外适当地做一下家庭的家务，就成为你是家庭中的一份子，你应该承担家庭的责任。那通过这些，实际上可以锻炼出这个孩子的家庭责任感，而且他的自立自强的意识也培养起来了。更重要的就是，他还有的，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生活教育。生活教育理念在上个世纪就被很多教育专家提出，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提到了生活教育。他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生活即教育，学校即社会，社会即学校。陶行知所说的生活教育呢，是一种教育哲学，是一种更宏观的能够统辖各种教育的一种基本价值。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呢，生活教育就是一种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所以
为生活做准备，那显然不仅仅是考试啊，不仅仅是升学啊，还要适应这个青少年成长的各个方面。在小学啊，要给孩子丰富的生活体验，掌握很多生活的本领，这是他一生的基础啊，是他能力的基础，也是他快乐的基础啊，他才能认识这个世界，是不是啊？所以说呢，那么到了中学啊，依然是需要生活教育，但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在生活的基础上去更深刻的认识这个世界，进入这个知识的大厦，是不是？你说它重要不重要？当一个孩子他的生活经验的积累，他最终慢慢的会形成他的一种知识的结构，这种知识结构是一种在生活中间形成的，不是学校教育体系里面所形成的。为此，专家们给出建议，家长每周一次贴出要干的家务内容，让孩子自己安排计划完成，而不是随时使唤孩子，同时也列出父母应该做的事情，以便让孩子知道父母要做的远比自己要做得多。对孩子所做的家务事，家长要表示真诚的感谢，这会让孩子更积极，更有自信。 The role of the parent is really to help to develop the best practices, to be a coach, and to teach the children values.That my parents kind of often spend time with me to teach me about certain values in life, what to do, kind of what not to do, how to behave. They taught me to respect other people, to respect animals, and they taught me integrity, to be honest, and things like that.And I could use those values in still kind of living my own dreams. 在一些发达国家，他们从小学开始呢就有家政课，这个家政课包括烹饪，包括各种各样的家务。为什么？就是要培养你孩子从小为自己的生活的一种自立能力，对吧？你看看我们现在的独生子女，说实在话，因为我在留学的时候，我自己非常清楚，我们的留学生多是国内的各个大学的高材生啊。可是他专门是在食堂里面吃饭，为什么呢？是在家里没有做过饭，他甚至包括洗衣服也没洗过。就在日本的普通高中，他到高二都还要开家政课，男生女生都要参加。做衣服啊，烹饪学习，他这就是一个公民教育的一个目标，就是培养合格的丈夫和妻子，培养你的家庭生活的责任感和生活能力啊，这都是他的学校教育的目标啊。所以相比之下，我们的现在的学校教育目标就是以考试和分数论英雄啊，非常偏狭，非常狭窄的。事实上，中美孩子家务清单背后折射的是教育培养什么样的对象这个命题，究竟是培养完整的人，还是培养高分机器？浙江师范大学进行了一项为期两年的田字格课题，同样是小学二年级的孩子，用田字格书写和在白纸上书写，用田字格书写的孩子不仅认知效果低，而且对他们的唾液进行化验后表明，
分泌性免疫球蛋白显著下降，而应急激素水平明显上升，这是一种扼杀创造力和认知力的激素。白纸我是想放哪就放哪，这个字是我写出来的，我对这个每一个笔画都有控制感。那么如果你有一套子这个格式会，那我想法呢，我不行啊，我得根据你这个来放啊。实际上就是说你是在控制着我的一笔一画是怎么去做，所以整个这个行为过程中我是人是缺乏控制感。如果缺乏控制感，现在心理学之前的一个研究已经表明人可能会变得产生抑郁情绪，甚至缺乏创新创造。2010年，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和北京师范大学对区域内的学生进行了社会适应性测试，涉及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孤独感、抑郁、幸福感和焦虑，以及学习兴趣等。成绩领先全区的某中学有1410名学生参加了测评，他们在情绪等方面的指标并不尽如人意。幸福感低于区平均水平，孤独感全区第二位，焦虑抑郁倾向全区第一位。这种心理问题包括来自学业压力的心理问题，来自人际关系的心理问题，还有来自升学求职等方面的压力。我们家庭教育它一定要回归到做人的教育，那么只有这样一些教育回归到我们家庭，那么才可能弥补现在我们学校教育只关注知识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否则我们所有教育都盯着知识教育，那么即便我们学生考上了好的大学，他们可能都存在着严重的人格缺失、身心缺失。健全人格教育是深圳实验学校校长曹衍清坚持的办学方针。这位从有着惊人升学率的黄冈中学调来的校长，并没有在深圳继续应试神话，相反，他却把教育改革的重心放在了学生人格培养上。我们看到多少人很有能力、很有才华，人格不健全，他的作用发挥不出来，甚至是反作用。所以我觉得呢，人格的问题太重要了。它是一个人一生管用的东西。尽管人格的问题不是靠学校完全能够教育出来的，但是学校在学生这个发展最佳的一个时期，我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裤子迈大一点，小线一点，后背直一点，走。看对方的眼睛。好。在曹衍清看来，中小学阶段是为人的身心健康和将来的持续发展打基础的阶段。2009年，深圳实验学校制定并颁布了健全人格教育方案。方案的亮点是它关于在幼儿园乃至中小学阶段侧重各种习惯的养成。在深圳实验学校，社团被看作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根据地。目前全校共有上百个学生社团，这些社团成为课程，被纳入新课程体系。学生需要修满一定的学分。学校还有一个传统项目慈善。在实验学校，慈善像不断传承的接力棒，一届届学生相互感染，用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人。既得到了爱的教育，又演绎了爱的故事，催生了不少校园慈善家。助人是非常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当然会感觉很开心。在学校是个好学生，在工作岗位上是个好员工，在社会上是个好公民。一项研究发现，人的一种动作或者行为持续出现21天，就初步成为一个习惯。如果这个动作和行为持续出现90天以上，就可能成为一个稳定的习惯。形成孩子的好的习惯，
小的时候很容易形成，越大越难以形成。其实我觉得习惯的问题呢，这个北大的这个一位老校长说过一句话，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培养好的习惯，习惯对人太重要了。中国有句老话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句话过去大家都以为很夸张，但是事实上我看了很多国外的一些著名的大科学家、大教育家，很多论述，我发现，中国人的这句俗话是非常有智慧的，对吧？因为几乎人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童年奠基的。学会与他人合作，学会共同生活，是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组织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的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之一。在我国，有专家开始担忧现在的独生子女缺乏一种和别人相互交往的基本品德。有兄弟姐妹的一个特征是，从小家长就会教那些孩子怎么长幼有序啊，怎么样学习分享啊，一个东西拿出来，通常就兄弟姐妹来一起分享。但是独生子女通常就是他一个。那如果他跟其他小朋友家长不是很刻意营造一个跟其他家庭的小朋友接触的机会，那像这些东西就会很少。科学家发现，成群大雁的飞行比单只大雁飞行要多飞12%的距离。原来成群大雁的合作增强了它们飞行的力量。在日本，中小学校内举行体育比赛，只设团体项目，不设个人奖项，为的就是培养学生集体合作的精神。人际关系学专家钢铁大王是一个活生生的啊，健康的，有这个工作能力啊，有这个社会关怀，有这个职业精神等等等等，这种概念呢，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这个公民不是简单的安分守己的良民，而是一个真正的拥有理想和激情，真正的能够关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那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而是主动的去参与各种各样的政治事务，主动的去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来表达你们对他们的。在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校长叶崔威推崇人性教育，尊重学生的天性。杭二中的学生有充分的自由去写诗、去唱歌。能够有自我的一份陶醉。